1884。火炮震天响，点亮了天空。国军拂晓出击，在金门后湖海滩进行实弹演练，模拟敌军船团集结，有登岛的企图。我军严守防线，以8寸榴炮、155加农炮、125榴炮等48门各式火炮，展现精准射击能力。除了各式榴炮 ，M60A3 战车也加入反击作战，总共射击1100多发炮弹。这次集结了军防部官兵弟兄实施联合演练，成功阻挡敌军登陆。开设联合作战指挥所，用联合作战指挥的概念指挥炮兵、步兵、装甲兵共同来实施这个联合反登陆作战。整场演训清晨5点半就展开，随着天色越来越亮，也一一验收专长训练成果，同时也对各式装备进行测试，展现备战不怯战的精神，以最大战力来捍卫国土安全。